直接来打哦，梦魇机。武真是有绝对领域，是有啦，但是太油了吧。新的登录动画啊，它更新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。帅帅帅！武真是不油，不油吗？那你的油的定义可能跟我不太一样。应该不太需要烧很多珠子吧，然后就会烧了超多。好，第一关是过了，输赢打得了吗？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试试看，我觉得都会有希望吧，都会有成果。那个明日香如果没有奥特曼跟阅读要换什么？也没九风王，我再想一下好吗？有庸子就好多了，庸子完全不用怕这个，庸子根本超扯的。你看那个新珠都不用怕，我一直回血就好了。庸子哪边要关啊？庸子前面好像都不用关哎，后面再关。行动只要洗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这边就多消点新珠。他全合作躺着过，就做球给全合作啊。合作都怎么组？我觉得都好过啊。你副队长吃不到庸子的贝利队啊，可是你那个版面很好，基本上就爽很多了。红哥，我靠自己通关了，老子斯班尼，哇，恭喜你！我这边是包先合体啊，还是不用？下一关开二，让那个行动值好一点。好，现在行动值差一点要满了。第四关。这其实也没事啊，我还是可以在那边洗一下行动值的。切砖，哎，靠腰啊，好，只要消掉全部的电极珠就没事。现在可以过吗？我们等一下来试，等一下再试。然后行动值86，还是可以洗一下的。这版面其实要好就可以洗很久。诶，叠珠可以用庸子，基本上就蛮好准的啊。真的再不行的话，可以开那个阿尔的主动技能，你可以把版面绿一下。像现在就不行了，一颗是怎样？只有一颗三小。我在想，我要开关庸子还是？我想想看。还是不要开关庸子好了，直接开阿尔的技能。对，好，直接开阿尔的技能。这样说不定就可以。先转，好。关师傅也可以啦，只是我师傅想要停下再关就是。哦，这有无数哎，但是没有打穿。有点可惜，现在可以合体了。好，合体之后，这边其实可以随便，就是不是随便，这边可以赌吧，不一定要开技能，他只要能够打出无数的那瞬间，我们就可以过了。该不是都打出来吗？他怎么没过？光暗水火木，对啊，再试一次，该没手打出来，奇怪。哦，没五亿哦，我相信他有一天会打出五亿的。哎，就五亿，哎，怎么也没五亿？
好，反正是过了，管他的。没有武艺是真笑，吓死我！我想说，哎，不会过吗？好险，没事没事。斜转，手残。对，合体放头会爆。对对对，会爆。因为你这样应该打不出武艺，我在想。第五关，那这边就轻松了，小贵。阿内姆汤，观众看不懂怎么过的，求解释。请问一下，你们看不懂什么东西？我可以帮你们解答。这张要刷多少张？刷一张就可以了。老实讲，不用刷太多。风化珠，我这边想开这个。好，你看很爽，这样就可以叠珠了。嘿，是不是？哇，其实这对啊，好像很可以耶，打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看不懂奥的帅，不知道你是承载人还是在呛人啊，我搞不懂。看不懂我的帅，就罚你再看我的直播两三遍，多看几次就懂了。没有通知害我来晚了，真假的？今天没通知吗？可是今天看的人好像蛮多的，是不是有些人收到，有些人没收到？哦，手敲整版，帅！哦，够，差一够，吓死我！我想说不够吗？完了，我是够的。这个有点紧张啊，要打到最后一刻，你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能够带走他。接下来我都不想开庸子，因为接下来还有那个火珠的那个盾牌是有点麻烦。想看希腊通关，希腊好，然后接下来狂击。那要开始封网，早知道先开了，然后把新珠跟火珠尽量的绿掉，尽量绿啊。对，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祈求他不要再天降。六颗打得过吗？好，还行，35%。好，这里的话直接打，对吧？应该可以直接打吧，可以可以，开一个界王拳好了，不然我怕我打不过他。哎，界王拳是这个，应该可以开庸子才对了。即使下一关有火柱拼土盾，开庸子也可以啊，再开阿尔转版面就好了。啊、哦！我无视工钱是不是？忘记了。欸、无视工钱还是可以过啦。没有，你忘记无视工钱是可以过吗？真惨。哦，原来是无视的部分啊。啊，那等于是我那个石蜂王被牺牲掉了、欸。那我说。那死亡者说：“干，不是吧？你无视哎、欸，你开我挡死干嘛？”他直接傻眼，呵呵，眼睁睁看着台主的晕操作，他被搞下去了。然后这边无视拼图，龙科无视拼图，所以这边不要拼，不需要拼那个拼图盾。对，然后不要手消火就行了。云之日常。定真寺没有灵能不能过？也可以啊，等下我们来试就知道了，一定有办法的啦。神族牛棚这么猛，没有定真寺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带前解后的明日香，那还是死 combo 版面。不然在最后手段就是带那个啊盘古啊，
啊，盘古不是也可以自己创造十 combo 版面，蛮多可以取代的。我有魔女布。哦，那你的战力是不是10000万？被广告洗脑。纳奇也可以哦，反正神族有很多那种可以转十康固定版面的，所以你们都可以去换。光水好了，好，这个应该有办法八康以上吧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哎，我没事没事没事，吓死我！我刚想说，我那个，哎呀，这边是不是会死掉？哎，不会，又没有减伤。哦，然后这边要关那个，哎呀，其实我觉得这边可以不用关庸子，第一回合不用，后面就要了。还是我们先关好，先关好，反正大家都要关了，先关一下。好。再来，这个是首要是木珠，木珠。前解素材哪边拿？工会洞可以拿，然后礼包也可以买两颗。确认一下，木珠对不对？这个对吗？木珠我看得出来，木珠还可以，其他珠子就有点麻烦。不能消心啊！木，色盲症又来了。好，然后光，对吧？是光还是火啊？这个是光还是火？各位，希望是光。红色的心是火是吧？有火哎，火嘛！好，谢谢大家，一个、两个、三，哎，三个。有三个在这里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把这三个转好就行了。对，漂亮。白色是光哦，白色的，那现在是光了，对不对？这一脸光样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四，好，有四颗光，对吧？这是光哈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旁边有四颗光。记一下位置哈，把它转出来先，然后这个再转出来，好，这样就把光珠给消完了。其实把荧幕亮度调低一点就清楚了。你是说可以看清楚右边两个碎刃盾是不是？还有这一招、哦，欺负色弱哎，对啊，正牌就是这么过分，没办法。暗对不对？对吗？我看这个应该是暗，很好分辨，两颗、三颗，旁边有三颗啊。好，一二。好，消完了。好，剩最后一个属性了吗？我觉得是绿豆糕，绿豆糕了。再是水了，希望不要卡水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水了，太好了。哦，两颗在这里，一颗，两颗。好，所以这里最后确认一下。这边有一颗在这里，然后两颗，一二三，里面藏三颗对不对？没错，一二三，把三颗转出来。好，叠金珠，漂亮，就这样。够了，这刚真的好耗好脑力哦。这边是不是一定要开那个石风网啊？我感觉那个阿尔冯斯他们那个剪，他们那个无挡死是不能挡死这个东西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只能开石风去挡，
只能开始封王，其他的阿尔的那种挡死应该都挡不住，对不对？对哈，所以我只有一次机会啊。实测啊，这不用实测，不，之前就实测过啊，靠腰啊，之前就实测说阿尔的那个没办法挡减伤，无视减伤系列的敌方技能，之前就知道了。龙科不见了，对，被打烂了。呛观众什么？然后那也呛观众。看下体颜色比较清楚、哦、你说第一条血条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已经挡了，这边就一定要带有他了，没别的选择了。建议是开个这个吧，对不对？这边没别的选择啦，真的只能直接打了。红哥安安 Andy， 对不对？对嘛，那就直接来敲了。没少光珠1.5倍，哇，那怎么办？哥添加好多哎、欸，还是过啦，没有光珠还是可以过啊，跟鬼一样这一堆。好，现在关掉那个庸子。其实我在想，庸子。这队有无视 combo 盾吗？这队有无视 combo 盾吗？我怎么记得没有？所以你一定要靠庸子去转。庸子关掉直接打，我在怕我没办法打到15亿耶，伤害够吗？他是800亿，对啊，没有吗？我在怕我打不到15亿，我真的很怕。真的够吗？我看有什么可以加攻击，好像都没有了。好吧，别转了哈。相信自己，各位，奥利给，相信自己。这已经尽力转了，还全部都转直行。奥利给，15亿。武康、哦、真的够哎、欸！百亿，我太怕了吗？百亿这么简单啊？他整个超易伤哎、欸！哇，所以钢炼是真的可以过哎、欸，这队好过，而且不一定要带十风王，你十风王那个随便带一个奥效也可以，反正他只是要挡死而已。那十风王实际没有增伤效果，所以其实这队可以换的那个配置就只有十分王吧。